这首歌充满了很多当时想念的那个时刻在里面。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我们 9%， 其实我们私底下其实是特别不舍得解散的。那我们开始。我还记得这首歌大概是在去年7月9号录制的，在这个歌词上面呢，看到了很多画面，不管是在初中、高中，还是大学的同学，还是之前大厂出来的时候，那种感觉就是，我特别喜欢里面一句话，就是“来不及的再见都喧哗”。我们人很多时候都这样子，一旦错过了，连再见都来不及说了。事隔大概快一年了，现在回听也觉得这首歌充满了很多当时想念的那个时刻在里面，想把这个感觉再翻出来一下，唱给可能就是工作忙然后没有办法见面的一些朋友。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我们 9%， 其实我们私底下其实是特别不舍得解散的。那些答案过的名字没完成的约定全都藏在心底开出寂寞的谎，你很忙，为什么长大就要走散呢？你现在在哪里，和我多远距离，是否勇敢飞行，有没有人爱你，每当我想起你世界突然安静，你也一样吗？青春有你出席不是为了让你缺席，好像沿着回忆狂奔向你，昨日的清光，今宵你回首，消失在人海之中。你在吗？你能听到吗？我想你啊。长大就